我们都 starting 啊，来，伟恩。Kita bawahan tempatan yang diadakan di kampung itu sungguh. Tututut, nah, so 你可以看到 Besta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节日这样子的，波波汉tempatan，那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关于到本地水果的这个所谓的 Besta， 它在那kampung里面是非常的 meriah， 就是说非常的热闹，这个会比较合适，非常的热闹。然后第二个呢，这个 perompa perompa itu telah 什么？来，我们换一换人来读。哎，亲爱的啊，以晨读一读这个。等下呢，回到这边呢。第一题的 A， 跟 B 呢，开心了。B 热闹 ，C 是什么意思？就是很轰动。OK， 黑波，人家在讲这个事情的。All right， 你可以用在两个事情，一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新闻非常的轰动，黑波的达拉马歇尔干。另外一个呢，你可以讲这个所谓的那个黑波的定义，就是讲在这个所谓的那个活动。他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活动将会要举行了，就是告诉我给大家懂，轰轰烈烈 ，All right。然后 Cheria 就是那个所谓的快乐，又或者你们 Cheria 干这个所谓的登巴顶高门 ，Cheria 干这个门 ，Cheria 干那个就叫 Cheria 了。OK， 然后第二题换人，以晨读一读第二题这个 Perompa Perompa itu， 谁要上厕所跟我讲一声啊啊，不然等下我就叫你们读，你们又不在了 ，All right， 来，不好意思，以晨来 Perompa Perompa。Perompa perompa itu telah oleh pihak polis kerana menumpa bank. OK， 看清楚刚刚我们所讲的意思。第五就是赶走，啾啾啾啾赶走。然后第八个是被抓 ，OK 抓。第八汉是被扣留，被抓就是我看到你在偷东西，我直接抓你。第八汉就是我抓了你，我不要让你走，我打汉你 for 两个礼拜。或者是48个小时，我打喊你，顶着你 ，OK， 这个叫打喊。然后第一个就用绳子来绑啦、啊，这个就不大合适了 ，All right， 所以应该是 B 或者是 C， 就你们来告诉叶果果，到底应该是放 B 还是放 C for 这个 case？ 来一个，应该是放 B 还是放 C？All right， 啊，两个人讲不好，子欣讲了 ，Hello， 子欣。OK， 雨峰讲了，来其他人三个人讲了，沈文讲了。OK， 答案应该是 B， dibekas， 不是 detain， 不是 ditahan 啊。然后下一位 Yashwini 来读第三 ，banyak isu yang， banyak isu yang， 不用紧，继续读。dalam masyarakat， dalam masyarakat， dalam masyarakat agung itu tidak dapat diselesaikan。OK， 很多很多的 isu 嘞。在那一边所讨论的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举行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被解决的。All right， 就很多艺术在这个 Michelle 阿公里面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So 是什么答案呢 ？OK， 是什么答案呢 ？All right， 就是我们的这个 di rencana kan， 还是 di rancang kan， 还是 di persoalkan， 还是 di bahaskan？OK， 答案是 C， 底不说啊，看很多的东西在那边质疑 ，OK， 质疑那个所谓的那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就是很多那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所谓的很多问题呢 ，All right， 他们那边有质疑，到底这个所谓的东西可以这样做吗？那个可以这样做吗？啊，这个是不能被解决的，所以第三题答案是 C。All right， 第三题答案是 C， the personal card。OK， 好了，第四题，这个第四题你们自己看啊，然后你们等下要告诉我答案啊。第四题，欢迎欢迎来读，智慧来读第四 ，masih terdapat dalam kalangan masih terdapat dalam kalangan pelabur yang terlibat dengan peraturan cepat kaya dewasa ini。OK， 什么叫 scheme pelaburan cepat kaya？ 就是说我今天放10块，我明天可以拿到15块。一天之内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有5块钱了。你感觉到是5块半吗？我都有了。OK， 对，一样道理啊。他可以讲 ，OK， 我现在今天我放1000块，明天我给你多一个500块，这样你可以拿到1500块。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得到那个500块了，1500块。你会觉得，哎，还 OK 是不是？你看你们讲，我有钱，500块也是没有问题。OK， 今天我给你10000块。时间啊，然后明天我再给你5000块，要不要 ？OK， 要，这个就 scheme to buy car 咯，就讲跟你讲，我可以让你很快有钱。可是问题是，
这个真的吗？10000块变去500，就加一个5000块给你，就是变去15000。学生们，如果有这么容易可以得到的话，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我们还需要做这个所谓的工吗？工作吗？我们还需要去辛辛苦苦的这个创业啊、投资啊，或者是做一个大老板啊，还需要吗？不需要了，直接放钱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有这样的吗？没有啦，但是还是有人会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 scheme。Pelaburan cepat kaya. OK, 就是很快速的到达这个所谓的钱。Scheme pelaburan cepat kaya. 很多人还是会被骗的，应该是 terlibat, 应该要dalam的。如果有dalam的话，我用dalam。但是我这边没有dalam，我要用哪一个？你们来告诉我第四题。来，全部人告诉我，第四题我们要用哪一个？来，什么答案比较合适？第四题 ，A、B、C 还是 D？ 答案是 B 啦，不能放 D 啦 ，D 是一个地方啦。Terlibat dengan， terlibat dengan， 答案应该会放 B 比较合适。OK， terlibat dengan。OK， 第五题，来换一换人。第五题啊，我们看下一个，亲爱的新燕读一读第五题，这个 Pihak pemaju。Pihak pemaju perumahan berjanji akan membayar atas kelewatan mereka menyiapkan projek seperti yang dijanjikan. Very good.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pihak pemaju，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做那个 house developer 的house developer， 他们已经是答应了。OK， 他们会直接怎么样？他们会直接那个所谓的那个给那个那个什么沙姑哈蒂是安慰奖嘛，因为 house developer、哦、比方说 Masin 啦，或者是这些所谓的 Ecover 这些大公司呢，他们会讲我，你给了钱，跟银行借了钱买了这个家，2年内24个月我一定会把这个家给做好给你，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会给你一个赔偿金。 OK， 这个是他们讲会给那个赔偿金，所以答案应该是甘地如意。沙姑哈蒂是安慰奖，当然是不适合啦。对，国币是贪污钱也是错，然后哈格玛蒂是死价，我们的 fixed price 也是错了，所以答案应该是第五题是 C， 甘地如意。OK， 甘地如意，第五题应该是 C 比较合适。OK， 好了，第六题、第七题、第八题，我们看第六题啊。那第六题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先，然后你们就可以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了。我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OK。你们在 group chat 里面跟我讲，应该是写 selain itu。每次我们写作文啊，你看叶老师写作文的时候，你是每次看到 selain itu 还是 selain daripada itu？ 来告诉我一下，每次我们写作文应该是写 selain itu 还是 selain daripada itu？ 要写哪一个？你从小学去年前年你小学的时候，你有看过吗？ selain itu 你看比较多， selain itu 还是 selain daripada itu， 哪一个会比较多？啊，写文写了，其他人呢？想一想这个，你会写哪一个？通常我们写作文的时候，我们写哪一个？写 slide do 还是写 slide daripada itu？ 啊，君乐，我们要写哪一个？君乐，等下我们要进回来啊，不要假假，然后到最后的五分钟才进来。通常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习惯性是写这个所谓 slide itu。All right， slide itu， 我们没有写 slide daripada itu 啊，我们是写 slide itu 的。所以第六题的答案应该是 A 啊，错了 ，A 是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那个那个所谓的那个 daripada 给割掉，我们剩下 selain 罢了 ，selain 罢了 ，right？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daripada 给割掉。OK， 第七题 ，OK， 第七题啊，我们派一个人来读，来换人，亲爱的嘉欣，读一读第七 ，Rombongan。
rombongan kami. Kami singgah sebentar di tapak sebelum meneruskan perjalanan ke kota tidak terserah. 我们的龙凤安在那个地方里面 stop 一下 before 继续 OK nothing wrong 第七题答案是 donkey OK 第七题答案是 donkey 啊 龙凤安 kami 在这个所谓的 bus 逗留然后 before 我们继续 OK 对了第七题是 donkey 有时间 OK 好 donkey good 好了第八最后一题了 alright 最后一题了这个不用读先你们告诉我答案第八题 来第八题告诉我答案，我给 tips 啊，不是 donkey，不是 donkey。来给我答案啊，执行对了，OK， 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回去他们的家 ，All right，所以。 아, 브랑크 루마, very good. 아, 브랑크 루마, very good. 他不应该讲 브랑디 루마, 我们要放 브랑크 루마. OK, 好了, so 我们先搞定了这个, 我们先关一关这个 Zoom 先, 我们再进回来。OK, 我们再进回来, alright.